鸿飞国家级，请双方选手上场。红方选手王露娜来自青海代表队，黑方选手李秀英来自成都体院代表队。一局预备开始。第一局比赛开始。Oh, wow.
黑我，黑风寺，黑风寺。本场女子65公斤级比赛结果，黑方成都体院选手李秀英2-0获胜。